Joyce 鄭欣宜啊，希望你10月21號或者22號可以嚟到 Star Hall 嚟睇我人生第一個售票個人演唱會啦。女神有問題演唱會2016，到時見。不要低頭，光芒會掉下來。雖然佢唔係一個紅館嘅 show， 佢只不過係一個 Star Hall show， 但其實我已經好開心，同埋我絕對會當佢係一個幾萬人嘅 show 咯，因為我真係等咗8年啦，我一定要使盡洪荒之力去做一個好落力，令到大家能夠好投入嘅一個 show 咯，完。太爱。